35岁的许姓男子，他疑似因为操作机具不慎，导致整辆怪手翻覆在地上。挖土机操作员今天下午在处理垃圾转运工作的时候，疑似操作不慎，重心不稳，别人在挖土机就这样滑落5公尺深的垃圾坑，受困在挖土机内。怪手转身时掉臂击中路过的砂石车，导致砂石车的挡风玻璃破碎，撞击力道之大，还让车子上下震动，吓坏车内驾驶。